苏东坡被贬去黄州安置，虽然有个团练副使的职衔，事实上他仍然是一个被当地太守监视的罪官来的。他的本份工作是监税，同时被苏东坡的文字狱所牵连到的苏子由呢，亦被贬均州了，并且规定5年之内不得调任。苏子由在均州的本份工作又是监严走税的。苏东坡这两兄弟经过欧阳修大力推荐，宋仁宗认定他们是未来辅助儿孙治国的宰相之才，竟然要投闲自散，做些等闲的职位，国家浪费人才的情形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。现在我们是说他到了黄州第二年，即是元丰四年冬天的事的。相公，你又要上东坡了？是啊。赵云，我在东坡起的那间屋，地点又好，风景又好，方向又好，第二日天气好一点就可以同你去看下的了。好是一件事，但是要你自己捉手来做太过辛苦了。你照下自己的样子啊，又黑又瘦，都不知似乜了。唐朝大诗人王维有望穿别墅，我如今一个贬谪之臣，穷到见到骨，今日亦都有一所东坡别墅，如果不是自己喐手又怎办得到啊？我宁愿你在初到黄州的时候这样过些悠悠闲闲的日子还好了。唉，赵云，初时我将黄州当作暂时寄居的旅社，所以悠悠闲闲啫。如今我已经将黄州当作久居之地，长住在呢树临高亭之后，定位苑之旁，始终不得舒畅。所以我去年开始经营东坡，我要搞到那片山路好好看看，似个别墅院先得嘛。相公，我们没钱请工匠，每一样都要自己来做，太辛苦了，这些工作不适合你做的。我一个人也不做得多多，阿妈又做得多过我了，还有时时来坐立的姓潘的姓古的姓郭的那三位秀才，武刀山道士杨世昌也都帮了很多手的，也有当地很多人乐意相助，所以工作才顺利而已。是呢，头先来找你那个和尚和那位老老实实斯斯文文的人到底是哪位啊？哦，他们是我约定今天来商议一件有关地方公益的事的。哦，乜地方公益的事都是你管的咩？讲到公益就哪一个都可以管的啦，所以我约了他们。一位安国子和尚叫做继年，哦，一位本城士人叫做石耕道，大家出下力啫。咁你哋要管嘅到底系咩事啊？系咁嘅，我喺本州住落，就知道本州有啲穷家生咗儿女之后，因为冇能力抚养，就喺初生嘅时候用水盆浸死佢。吓！哎呀，乜咁残忍噶？系呢种风俗，长江对岸嘅鄂州仲甚于本州啊！哦，我因为同现任鄂州太守朱寿昌是旧交，前个月寄了封书给他，咁啊请他设法改变呢啲野蛮风俗，同时我又发你喺本处嚟响应佢嘅。呢啲好事系应该做嘅，但系空口讲白话，唔知佢哋肯唔肯听你劝呢？赵云，空口讲说话梗系唔得啦。所以我物色到一位平时乐于行善而且行为良好的石耕道，讲个计划给他知，要请州中富有人家一年捐出10,000钱做基金。哦，10,000钱以上更加好啦。咁收集咗之后咯，就买备米粮布匹棉花之类，
茶馆有产妇嘅穷家咧，就尽量帮助佢哋，救得一个就一个啦。系嘅，咁样都几好。但系有冇人肯出钱呢？有嘅。哦，我系发起人，我咁穷啊，都捐十千钱先啦，咁自然有人跟住捐噶啦。嗰位安国寺继莲和尚系管账目嘅，两位都系义务性质，佢哋两位啊，亦乐于接受啊。上公，你嚟黄州监税，估唔到连呢啲咁嘅事都要你买，唔怪得你咁忙啦。不过你咁样做法，我都好赞成嘅。既然你赞成，咁啊更加好啦。系啦，我真系要赶住去东坡嗰边啊。嗰间屋大致上已经起好噶啦。阿卖佢哋几个人今日会粉饰外边，杨世昌道士呢就同我喺里边画壁画，唔知佢画啲咩上去呢？相公啊，寻晚落过大雪，行路好唔方便噶噃。哎呀，我自从旧年起亲手喺东坡开荒，风吹日晒，令到我嘅身体反为好咗啊！白雪同冒雨都系平常事嚟啫。咁好啦，嗱，不如饮盅热酒压下寒气至去啦，好嘛？好，咁啊饮盅热酒先至去啦。咁我去暖酒，你等一阵啦噃。嗯。啊，苏先生嚟啦。啊，系啊，啊，佢上坡上得真系快啊，仲跑添啊，爹啊！你唔好行咁快啊，山路好滑噶，等孩儿嚟扶你啊。诶、阿迈唔使扶、哦，我搭住你膊头做下力就得噶啦。嗯，得啦，系咪？小心先生，诶、啊，小心啊！好彩，好受彩，苏先生，两位辛苦啦，唔辛苦，边度辛苦咧？系啦，苏先生，我哋喺雪地树活动下。就好似童年嘅时候堆雪人咁上下咋嘛。係呀、啊、不过将堆雪人嘅游戏改为搭屋仔咋嘛。潘兴清理好门口嘅地面之后佢有事走咗先。我哋粉饰緊墙壁呀，就做好㗎啦。哇。呢间屋真係好好睇。喺山下望上嚟呢就更加好睇。相信明年春天山上花木争荣，又有另外一种姿态啊。阿爹啊，里面仲好睇啊，你入去睇下杨道长画嗰啲壁画。哦，佢画完未啊？哦，未画完啦，仲喺树画緊啊。好啦好啦，咁大家同埋入去睇下啦。係啦，你哋两位都应该休息下㗎啦，仲争些少未做完啫。嗱，等一阵我哋一齐做咪得囉。好，咁入去睇下佢画咗几多啦。请请。啊！杨道士辛苦啦，指尖居士，难得你俾四幅身长嘅年画，应该系我多谢你先啱。居士，嗯，你睇下我同你画咗啲咩喺墙上边？嗯，哦，难为你想得出啦。屋外边万山遍野都系雪，屋里边你又同我画出漫天大雪嘅景色，好啊！我就将呢间别墅改名叫做雪堂咧，雪堂系啦系啦，呢、啊這个名呢、這个名好雅致啊！居士啊，雪堂呢个名冇错系好，不过就可惜，可惜我呢个人太过粗野，配佢唔起你系啦，你个人粗就粗啲啦，都未算嘢，但系你个名。就配唔起雪堂个名吧。哦，如果你有意攞外号嘅，不妨趁呢个时候一气呵成啊！啊，好主意，有啦！吓、啊，真系咁快？嗯，取其现成咁咪快啦。嗱，雪堂坐落嘅地点系山坡之东，我自从旧年整理呢一块地方，就一直称佢为东坡。嗯，如今我就将东坡做我嘅爱好，称为东坡居士。哦，杨道士同两位秀才以为点啊？好啊，好啊，东坡
东坡。好啊好啊，配得起雪堂这个名字，亦配得起我那些壁画。嗯，那我画好之后就用这个名字提上款，下款就写西周道士杨世昌绘咁啦。好，东坡居士呢个外号真系现成得妙啦。嗯，郭年轻啊，嗯，你话系嘛？呢个外号今日出世，可以话系杨道士催生嘅。杨道长会弹琴，会吹箫，会画画吟诗，已经算是多才多艺的。是的，估不到还会催生。我去年收到王庭坚由太和院寄来的书函，知道是取了一个山谷道人的外号。哦，那阵时我就想取一个外号的了，但是想不到满意的。大概注定要经过杨道士一吹，然后先至取到啦。好啦好啦，如今堂名又有，爱好又有，嗯，我都要赶快完成我的壁画啦。十二月十九日是我生日，雪堂及时在早几日落成，到那日我就在雪堂请大家来欢聚一日，同饮一诗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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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就多谢你先啦。多谢多谢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阿嫲，做咩吵醒我啊？我啱啱瞓得好舒服喎、啊。阿爹啊，徐士君突然寓居到访，唔知道有咩事呢？吓、啊，士君到咗？系啊，佢如今喺书斋等候阿爹啊。哦，咁你出去讲俾佢知，话我即刻出去见佢啊。哦，孩儿如今就去通知佢。士君咁早往驾，请恕失迎之重。子占兄，午时已过，唔早噶啦。乜你真系瞓到如今至醒啊？系啊，咁我就安乐晒啦。哦，请问士君有咩事发生呢？冇，原本以为有嘅，但系实在冇啦。如果有，都是冇好过有啦、啊。属下恐怕仍然有啲宿醉未醒，所以听唔到士君头先所讲有有冇冇系咩意思啫。子占兄，都系唔好讲嗰啲嘢啦。啊，我今朝听到传说，话子占兄喺寻晚好夜作咗首词，词牌就叫做《临江仙》，词中嘅佳句。我亦听人唱过，所以今日特意前来，希望可以一窥全豹嘅。啊、哦，嗰首词系咁嘅。嗯，我喺东坡嗰处自己搭咗一间雪堂。哦，士君知道嘅啦。咁寻日战神喺雪堂自酒，同几位朋友饮到醉晒，然后搭雪翻嚟啫嘛。只占兄一个人大醉深夜独行，唔怕说心路滑、啊、有小儿阿嫲同各股两位秀才相陪。嗯，而且寻晚系月圆后嘅第四晚，而家就有好好嘅月色，系系雪地中更加明亮，所以夜行毫无困难。咁我知啦。大概当时子占兄尚未尽兴，所以回到寓所之后仲任命一番至就寝啦。未得咁快住，昨晚回到嚟敲咗好耐门，因为开门口嗰个小童烂粉。咁阿嫲敲门嘅时候，我就望住前面打横嗰条江水。嗯，前代杜甫名句，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
我谂大概就喺咁嘅情形之下写出嘅咧。当时我胸中就涌出一个意念，开咗门之后，两位秀才送到我入屋，我就将涌出嘅意念写咗出嚟、大家唱咗几次，后来佢哋两位各自抄录咗一份，然后先至走嘅。哦，原来呢啲就系嗰首《临江仙》创作嘅过程啦。外间嘅传说，原来就系今朝由呢两位秀才传出嘅，真系以讹传讹咧。少君，乜嘢以讹传讹？系一个笑话嚟。不过你俾嗰首词我睇下先，我然后先至奉告啦。好，我随口就可以念出嚟嘅啦。系咩？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恍惚三更，家童被息耳雷鸣，敲门都不应，耳障听江声。长恨此生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口。夜阑风静鹤闻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沧海寄余生。子建兴，词就系好词，但系累我狐疑咗半日啦。哦，点会累到士君呢？愿闻其详噃。就系、是、你嗰首词最尾嗰两句。哦，小舟从此逝，沧海寄余生呢两句。系啦系啦，今朝好多人话你寻晚作咗呢首词之后，就脱咗衣冠挂喺江边，然后乘一只小舟而去。吓、啊！如果真系咁，士君点样对朝廷交代啊？我明知子瞻兄唔会咁做嘅，但系人言作作，而且又有你嘅词为据，所以我都系嚟睇下至安心嘅。我喺密州之时写过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好彩当时密州嘅人冇传说话我上咗天啫。子占兴，其实我唔应该对你生出疑念嘅。曾参杀人嘅传闻，深知其子嘅曾武亦为之动摇。士君又何必因此而内疚呢？好啦好啦，如今唔好讲嗰啲啦。士君，今日喺呢处稍作勾留，小饮一番好嘛？今日我回衙有事，第日去参观你嘅雪堂，然后先至畅叙一番，咁咪仲好。好，敬随尊便。一窝男友睡不归，清江赤壁照人悲，请看行路无从蹄，尽是当年不忍起，雪后独来栽柳树，竹间幸福采茶时，山城散尽樽前客，旧恨新仇子自子。苏先生，你一路行一路仲諗住玩随君游太守嗰首诗，你心里面一定好难过顶呢。古秀才，我同随士君都係外地人，睇住佢客死异乡，难免有好多感触嘅。记得去年十二月，我同你哋两位又係今晚咁样由雪堂翻去临高，最后作词，第二日吓咗佢一惊。呢啲情形好似系寻日发生嘅一样咁。苏先生，
我记得你有一首答杨元素的诗，提到张子夜那六位朋友的生死存亡。你说莫把存亡悲六客，以将地狱等天公。你能够身在地狱都作为在天公，已经在这里化晒了，为什么今天又不看得化呢？郭秀才，你提起张仙，我又想到同他在西湖同游，同他共赴江城子时，我的结句是欲得曲中寻问取，人不见数风清。今天我们要寻张仙，这真是人不见。郭年轻啊，今晚苏先生心怀郁结，我们应该想下法子替他排遣下才是对的吧。是的，可惜是夜晚难以找到杨道士。你和我又没有杨道士那么多才多艺，能言善辩，可以和苏先生议论中环，排遣立门。多谢两位秀才好意，今晚是十月十五，月白风清，炎暑早翠，寒威未到，正是难得的良宵，我不应该讲这些拜庆的说话。是啊，苏先生说今晚月白风清，令我想到可以泛舟游河，直波光月色来荡涤空中的郁抑之气。郭年轻，嗯，你的意思我很赞成，但是泛舟游河游去边处才好呢？游去边处就不用我们想了。苏先生玩徐太守的诗，开头就说一屙南游睡不归，清光赤壁照人悲。赤壁是黄州名胜，我们夜游赤壁地方就好了，何必远去别处呢？夜游赤壁，听起上来不错。苏先生啊，这个提议你喜不喜欢呢？是咯，怎么提议就是好提议，不过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难道就在江上饱食清风明月而化品？这层你可以放心，肴就有，我今天钓到一条足够三人食的江鲤。蛤？嗱，如今是秋末冬初，正是鲤鱼开始肥美的时候，不过就只是没有酒啫。酒，等我回去看看，多数会有。好啊，咁就得啦。郭年轻啊，嗯，嗱，等阵过咗黄泥板的时候就分路，我回去攞鱼，你送苏先生到门前，就接回去江边。准备适当的船呢？得啊，我会的了，我准备好船之后就会接埋苏先生的了。如果有酒就玩埋啲酒到船上啊。有的，至少都有我自己酿的蜜酒，力度虽然不够，仍然可以饮得。嗱，等阵我攞咗鱼就会去江边同大家会合的了。好，嗰阵时大家落船啦，好嘛？好啊，一于咁决定啊。好啦，好啦。